在4月26日，犹他州早报报道，爵士队老将凯尔·科沃尔在今夏考虑退役。虽然科沃尔下赛季还有价值750万左右的合同在身，但他的合同实际上是不保障的，爵士队有权直接裁掉他。科沃尔在采访中表示，随着年龄变大，打球需要付出的就更多，你需要投入很多，而且还有为此付出的家庭成本。我现在很可能就这样衡量这些成本，多次交易和重冠失败让我感到疲倦，今夏会跟家人一同考虑退役的事宜。凯尔·科沃尔也是03一代的佼佼者之一，他也入选过全明星阵容，他更是历史第4的投手，他也要退役了。那03一年的谢幕也越来越临近，詹姆斯即将成为独苗。凯尔·科沃尔因为年龄增大，他的移动速度下滑很严重，他在场时防守端是一个天然的漏洞。在本赛季季后赛对阵火箭这种喜欢打快速攻防的球队，科沃尔在防守端的软肋会更为明显，所以斯奈德教练只让他打了4场比赛，这五直接弃用。4场比赛一共也只打了29分钟，场均2.5分、1.2篮板，命中率37.5%，三分命中率33.3%。他在常规赛中还能充当一个稳定投手的存在，场均8.6分、2.3篮板、1.6助攻，三分命中率39.7%，场均2个3分球。可在季后赛中，他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，这或许也是他想要退役的缘由。科沃尔职业生涯打了16年，一共1174场常规赛，135场季后赛。他在常规赛中命中2351个3分球，排在历史第4位，是 NBA 历史上第4投手。季后赛中，他也命中了239个3分球，排在季后赛历史榜单第15位。科沃尔是一个出色的投手，生涯巅峰在老鹰也入选过全明星。不过，他职业生涯辗转费城、老鹰、公牛、骑士、爵士5支球队，却一直未能拿下一个总冠军。这应该就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了。在16-17赛季与17-18赛季，跟随詹姆斯连续2次进入总决赛，还是没能拿下一次总冠军戒指。他真的有些疲乏了。他已经38岁了，他也深知身体状态下滑得很严重。他考虑退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我们应该祝福他。目前爵士队还没有对科沃尔想退役的想法作为回应，或许爵士队管理层也认为科沃尔到了要选择离开的时候。科沃尔下赛季的750万被清理后，爵士队有接近2500万的薪金空间可以运作，可以签下一些有能力的球员，再用队内的一些球员进行交易，最好能引进一个全明星级别的球员来搭档米切尔与格伯特。 NBA 是一个商业联盟，人情味淡薄很正常，科沃尔的确已经老迈，他在一支想要冲冠的球队已经无法贡献太多，若他还想继续打球，可以参照文斯卡特去一支乐透球队，继续刷新历史3分榜也挺好的。